我老三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呗。不，你吃了啥呀？不知道。你吃了些黄瓜，你知道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爽。这不，凉席的新车到了，最后给你们开开。然后这两天主要是太热了，然后要凉席人太多太多。对，又换了一批非常好看的。凉席是一批一批的又到，这回又到了10000多套，三天了。才到家，耶，走吧。这位事真好看，这位事走走，匍匐一下呢。这个这皮凉席啊，太好看了。这铺了床以后，这家里边如果喜欢这种好的，写的特别贵气。最主要的，你看这一个边儿，简直跟那个小三 D 的这个小蕾丝花边似的。老规矩，朋友们，这个是一号。一号。这一款是简单大气的高级灰。这个哈。别管是女士男士啊，大气，还好看，还耐脏。哎呀，来下一个，好看，这个。你这男小姐开着车向上面去，真的清新还亮丽。喜欢这种欧式的这种大气的哈，来下一个，又清新还漂亮。等下来干什么？躺在那边凉飕飕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等着。啊，那谁吧。啥？那。哇，有一个高级灰色，哎呀，漂亮吧？太好看。这是几号来着？忘了。4号。月月号。月月号。行不行？哇！刚又回来。咱这13号嘞，啊，这边人看中了，赶紧。这些房子还是其实挺漂亮的。哎呀，你喜欢了？哎呀！啊，这么喜欢这呀？啊，上！哎呀呀！嗯，刚才干嘛睡一会儿？哎呀！哎呀！这第6个花镜特别有艺术感啊，漂亮！好，这个是7号。可爱猫，嗯，小女生啊，就得喜欢他了。嗯，你这些花型写的真棒。先预定啊，好真好。哇，往往压轴的是最好看的。哎呀，这个我都不夸了啊，一夸又开始啊。8号，好，先预定。嗯，明天下午1点老时间等你们，来再给你们看看，再来下2杯4件套，来。好嘞，来。你们一直在等了这款下2杯4件套哈。你看你着急了，我还没叠完呢，你都开始撸了。特别好看这款，主要的这个床单它不是咱光光的床单，它是床圈式的。多大尺寸呢？2米7乘2米8了，这么大尺寸。啊，这段时间你不是说这个花边好看哈？嗯。你这买回去了以后都说啥呗？你掀起来，你看。说小壮，哎呀，你这个考虑的真周到，你看这个床圈它包含了就是家里边这个床大小了哈，都能用，而且铺了床以后它都好看，它往前还可以往下再拽一拽的，然后往这一配，哎呀，这真漂亮，像女人这种份儿哈，这心情里边都出来了，而且这个刺绣感，刺绣特别特别精致。另外，下2杯是2米乘2米3个，总共是100来套，明天下午1点来小壮直播间，来，另外再拿出来这个，朋友们来的早了。我会拿着这个床单给大家100单做福利用，来的早了有，明天下午1点锁定小壮直播间。